away that her eyes shine in the sunlight. Even the moonlit glitter of a smile just as wide as the Grand Canyon. But I love her to Pluto and back, and even more so than I say so. Hi, 大家 ，This is Cynthia and. Oh, this is 今天呢是我们在东京的算是倒数最后一天晚上，所以今天想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在日本的晚上都在做些什么。那今天其实是一个 very eventful day。我们今天早上先去吃了那个 Afuri 的拉面，然后我们就到 Shibuya 去 shopping， 拍了另外一个企划，拍了一整天，真的是一整天。然后呢，我们刚刚跟朋友碰了面之后，跑去游乐场玩那个夹娃娃，然后我们史上第一次抓到一个礼物 ，high five。那接下来呢，想给你们看一下一个 room tour， 因为这算是我们昨天才刚搬到这个 Airbnb。那我觉得我们先搜一下好了。Oh, it's magic, it's magic. When I'm with you, my dream seems so true. Hello, 大家，那我现在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room tour of 我们这次的 Airbnb。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大门，大门一走进来的右边就是毛巾跟卫生纸，对，然后转过来这边是。浴室，哇，是黑的呢。它就是走一个非常日式简约，然后地板也是这种快干的材质，所以洗澡的时候如果水喷出来也不会就是一直都湿湿的这样。那就是你知道我可爱的牙刷，对，大家自己看，对，然后嗨，那我们继续走进来，这边呢就是我们主要的房间，这个你会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 living room， 桌上有我们买好的炸鸡还有啤酒，等一下来看 Netflix 的。为什么天打？然后我们的床呢，哇。非常的热情如火，是一个大红色的一个概念，对。然后这边走过来呢，就是一个没有灯的厨房，是不是很可怕？没关系，因为我们平常也不会用它。然后有一个一样是没有灯的衣柜。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小而美而巧的 room tour， 谢谢大家。我觉得我现在身上有点臭，我身上有点臭，你有闻到烧烤味吗？讲手部，输人先去洗。剪刀石头布，我输了，我先去洗。相机就给你咯，你自己去玩。喂，不要偷看我拿我的内衣裤。Hi guys， 然后现在伊恩在洗澡，所以就想说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常我来日本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如果有新来的朋友呢，我跟伊恩呢现在的状态其实就是一个远距离，就是台湾跟日本，我们见面的频率大概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一次，所以其实已经算是还蛮频繁的了。然后哦，他出来了。我们通常行程不太会有什么很惊天动地的啦，一般来说就是可能在咖啡厅啊，哦，嗨，你要加入吗？可能会去一两个可能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像我们之前就去是神户或者是奈良啊等等之类的。唯一一个我还没有去过的是哪里？USJ， 我工作离 USJ 五分钟，我没有去过。所以其实我每次来日本的行程真的都其实也蛮无聊的。没有啊，很有趣啊。哎，好的，我们现在的场景直接的转到了浴室，因为我发现哇，浴室的灯光比外面好1000倍。然后呢，我帮伊恩准备了一个很可爱的洗脸巾，所以你要这样子，然后这样。哦 ，I really can't see anything. OK。你一般来说有什么固定的 skincare routine 吗？没有。好，那你要蹲下来，不好意思，你太高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化妆水。好 ，Oh my god, Oh my god， 换你 ，OK， 然后拍在你脸上。你在干嘛？我觉得你是偷偷在报复我。那今天影片呢，也是跟这个巴黎莱雅合作 Skin Activating Pre Essence， 它长这样，你就是这样，打给摸。Really slippery。然后我跟你说，我特别问了那个公关，他说这男生也可以用。Great， 来，你的肌肤要变滑咯。Oh my god。稍微按摩一下，然后就倒在手上。你的手，我的手。你的手。这样两个手，买单。嗯。哦。我去你摸。
我觉得很明显的是，因为我最近常过敏，加上天气最近不是突然变冷吗？前天晚上用，就隔天早上会觉得皮肤比较稳定，然后上妆会比较顺。如果用几级的话，也可以湿敷。你知道什么是湿敷吗？就是用像这样化妆棉，然后把它放上去之后，你就可以粘在这边，让它敷着这样子。Oh. 接下来呢，也是这个 L'Oreal 的眼萃精华。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研究超久，你知道为什么吗？准备好喽，一二三。What the hell? 它就是像一个按摩的球球这样子，点点点，然后就是有点像按摩穴道这样，这样，然后下面就可以这样。哇、Whoa. 哦，有没有感觉 ？It's col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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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t's cold. It's really cold. OK， 搓喽。嗯，好可怕，好，来，哎呦哎呦，好冰啊！用力吗？哦，那你不觉得它质地很清爽吗？我是质地。我觉得好醒起来哦，醒起来，这样说对吗？清醒，清醒，因为冰冰的，对不对？眼睛冰冰的。最后呢，就是那个保湿。天哪，伊恩的脸真的是干到一个大爆炸。哇哦！哇！等一下，我的脸好滑哦。我觉得你把我的皮一直往下拉。要往上吗？你戳我鼻孔。我们今天的 skincare 大概就到这里了。I'm gonna go watch Netflix. OK， 好，你先去吧，拜拜。其实刚开始拿到的时候，我老实说没有抱那么大的期待，是没有想到，就是这次用的时候第一次就很有感，上去之后你就可以马上感觉到你的皮肤变得比较光滑，因为它质地比较清爽，所以也不会脸很油腻腻。加上 L'Oreal 算是那个开价的牌子，就它 CP 值还蛮高的。讲老实话，我在购物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迷思，我觉得就是好用，然后适合你自己就好。这支影片也会有抽奖活动，详细的抽奖办法我都会放在资讯栏，还有下面的留言置顶处，大家记得锁。定哦，希望伊恩已经 set up 好我们的 Netflix 了。Let's go. What are we doing now?、我们现在在等那个 WiFi 充电，然后要看 Netflix。好的，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看 Netflix 的一个 set up， 这样。首先是我们的 blanket， 这是我们第一次用那个爪子夹娃娃，夹娃娃赢到的东西。然后我现在秀给大家看我们得到的那一瞬间，我们俩真的是太兴奋了。然后呢，我们这边还有 Asahi， 以及我们今天买了什么？我们今天买了 corn dog。 依然说呢，日本的 corn dog 有很特别的配料使用方法，所以我现在先来挑战一下。它长这样子，所以我要怎么做啊？这样 Oh my god、oh! And then squeeze。There's one more. There's one more. 来来来，我来吃一下。嗯。嗯哼，嗯哼哼，嗯哼。可以说，我觉得 Family Mart 的东西真的蛮好吃的。真的。那来看一下今天要看什么。V. Do you want to watch Bird Box or Black Mirror? Can we watch Bandersnatch? Snatch? Where? That one. Shall we watch it? If it works. It works. My heart turning.You know, how is it? Okay. 我们刚刚看的是 Black Mirror， 它是一个互动式的电影，就是你在边看，你可以边做选择，然后故事的走向就会根据你的选择做改变。我觉得很 dark， 很 dark。Anyway，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们一个 thumbs up， 然后呢，订阅我的频道。有关抽奖资讯都会在下方的资讯栏，还有置顶留言。那就先这样，欢迎收看。Cause why? 这样够吗？今天公关他寄过来的时候还跟我说，他希望我会喜欢里面那个香味。哦，有。Yeah, I really like it. 哇！你看我是不是很厉害？我都记得。哇！Intermission.